京时间1月14日，魔术队以116-109逆转战胜了火箭队。虽说遗憾输球，但是小里弗斯面对家乡球队的时候，他丝毫不手软，全场比赛发挥神勇。本场比赛，小里弗斯14投10中三分球，7投4中，得到了25分，赛季新高。小里弗斯在对战之前就表示，一直以来都很想为家乡球队魔术队效力，但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火箭。你在不能拒绝的球队里，他面对上了一直想效力的家乡球队，双重加持让他火力全开。小里弗斯2+1，小里的好状态是能看出来的。在面对对方球员的时候，他选择了正面突破。他先是一个启动杀到了禁区附近，随之双手抱球一个强起，造成2+1。小里弗斯三分这样的态度，在第二节依然有。在第二节开始后不久，小里在左翼三分线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，面对着艾旺多的防守，他依然选择了三分出手皮球，稳稳命中。而这一球似乎完全打开了小里弗斯的手感。小里弗斯飞扣在第二节后面，他还有一记一条龙飞扣，当他扣完落地的时候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全明星。而此时无数的弹幕刷屏留言，全是力大腿小里弗斯三分，许多人都说如果投出打板三分的话，那就是猛的。但这样的猛就代表手风太顺了。在第三节还剩8分48秒的时候，小里弗斯绕着豪斯的掩护选择了三分出手。这个球砸板而入之后，魔术队的替补席显得有些无奈，而此时完全打开的小里让哈登无比放松，他俩三分线附近都懒得去，就直接选择回防了。虽说最后比赛火箭输给了魔术，但不得不说小里弗斯的表现确实十分亮眼。得益于奇才队的内讧，火箭队仅用不到$1,000,000便得到了小里弗斯。小里弗斯跟火箭的合约中受保障的金额是$500,000左右，占据火箭大约$900,000的薪资空间。90万买个真大腿太值了。来源：新浪网，作者汉堡。